女性的身体如果出现了一些问题，就要去医院进行妇科检查。很多女性都是盲目的去进行检查，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，这些检查是在检查什么。女性应该了解一些妇科检查的相关知识，以更好的进行把控。那么妇科常规的 B 超检查和阴道检查有什么区别呢？妇科常规 B 超检查与阴道检查的区别，在妇科检查中包括常规的 B 超检查和阴道检查，相信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两种检查的差别在哪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常规 B 超检查与阴道检查的区别究竟是什么。妇科常规 B 超检查与阴道检查的区别有以下几个方面。一、妇科常规 B 超检查是最常见的一种检查方式，它是将 B 超探头放在女性的下腹部，看看盆腔内部的情况，重点观察的是女性的子宫、附件和盆腔部位的情况。而阴道检查是一种对腔内超声的检查，它是将超声探头直接放进阴道里进行超声检查的一种方法。二、在进行常规的 B 超检查之前，女性需要大量饮水，而且需要憋住尿意憋到最大的限度，这是因为膀胱要充盈到一定的程度，才能将子宫从盆腔的最深处挤到下腹部，从图像中让医生观察到子宫和卵巢，而阴道检查则不需要憋尿。三、妇科常规 B 超检查可以检查女性卵巢的大小，身体内部有没有囊肿，有没有实质性的肿物，同时可以观察有没有子宫肌瘤、子宫腺疾病、子宫内膜移位、子宫内膜息肉等。而阴道检查可以检查出子宫肌瘤、子宫内膜癌、卵巢肿瘤、输卵管积水等的疾病，特别是对于子宫内膜癌、宫外孕的诊断等具有重要的价值。除此之外，阴道检查还可以进行卵泡监测、早孕诊断、早期的异位妊娠、盆腔肿块和炎症等的判断。四、妇科常规 B 超检查适用于中晚孕期的女性，还可适用在子宫和盆腔肿物体积比较大的人，可观察出子宫附件和周围器官的关系。阴道检查则可以在怀孕早期与晚期的时候进行使用，可以观察卵泡、子宫内膜、子宫下段以及宫颈胎盘位置等，还可以检查腹部是不是肥厚。以上是小编为您简单介绍的妇科常规 B 超检查与阴道检查有什么区别，仅供参考，希望以上的内容对您有所帮助。